上山坡啦，卖去哦，水啊安尼呢？我吼功德做足济，哈，我拢造福的，虽未死的，若无我甲救，伊去伊要来安尼做甲遮呾大，伊当时若无我甲你逼，伊今仔日哪有遮呾水的高金花，对无？你我有真水啊，还给你说东西呢？免客气啦，要唔够好教材，我师傅甲我救，你哪无救呢？我可真正爱死啊呢！金花，讲正经的，立场对换，换说你是我，你敢会当接受迄款的事实？你拢无给我一个心理准备，当然，我心里无理由，你哪里敢甲骗婚啊？我想要一定猜我唔对，一面天注定，相求咱也是夫妻，我已经有这个心，三步一跪。五步一拜，七步一搭。英雄，你甲我看卖啊！我规身骨是安尼乌扎扎个扎扎啊乌，迄嘴要死的吼，硬死讲硬死怕的，眉毛眉体的疼啊，丢丢你知无？是的呀。我一个花的，以后你看我好好的表现，你搁再一摆机会，予我温饱来弥补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报偿你。你就安尼先讲啊，就安怎？我嘛是已经是你的人，好啦，我就原谅你。如你所讲，立场就是对换，有可能我嘛跟你同款。啊，你讲就对啦。我原谅你，用过那边的，并无对不起你哦。你要原谅我？当然啊。重要是你原谅我啦，有原谅无原谅，迄伊的代志啦。因为你甲我两个人四百定寸，你两个人比起来，哦，你像嘛水啊，像嘛天生丽质，我袂当失去你啦。是的呀。迄自内身哦，查某囡仔安怎装嘛是查某囡仔的形体，也无生气的气质，伊哪有你的高贵啦？你也看，体格就是体格，你干嘛这么挑人？啊，这个用途的小事，看你是怎样来打一嘴来听。娘啊，免讲遐多。你是讲，看你定要原谅你无？这个讲，啊，就阮阿吼，伊也对我袂歹啦，不为着我要牺牲啦，啊，我来去，阮阿甲陪回去啦吼，啊，你莫乌白想，哎，我想过啦，都同你顶哦，同你算定定哦，知影？不包啊？哎，不，啊，你别话你叫咩？我一个水某，大仙，你听我讲，这个生气，我吃醋啊！你敢不知呀？查甫人，敢有倒一个下空子，目睭紧紧看家己的某囝，何把你查甫人那敢遐刁，斟一个遐斟一个安尼啊？我甘愿死，我都不爱看到迄种的情景，所以我是在吃醋，我后悔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两个翁仔某互相失忆，阁发生什么代志，你甲任何人开讲，我绝对相信你。哈，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予我以后温饱好好来补偿你，好不？你这个是讲真的，不是因为要挽回，所以刁故意讲这好听话给我听哦。不可能啊，李仙啊，我实在做歹错两个啦。哎，都无法度迄个吼，都四方结婚啊！有恁两个吼，我给我爱你，迄一可乐小食钱得过咧。徛到以前，恁两个阿婆也毋知影，吼。恁两个你阿婆体格徛到今仔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所以是你爱我吗？当然咯，我的心拢互你甲抛弃了，也毋知影，我的心拢伫你遐。别乱讲。我讲。我跟你讲哦，起码不是讲你哇什么人好，什么人可以听你呢？阮姊妹也是同心的，以后你日子歹过了。听安尼，恁两个尻川笑笑我，所以恁两个，我若对恁讲什么话，恁互相会通就对啦。对哦，对哦，所以恁两个。来喝咖啡。
友一个之类，一朋友一个安都拄好，好，好，恁两个人就好，再哩。来，查甫人讲话，查甫人哦，徛边啊去。哇，切姑，其实啊，互你担心咯、哦。伊两个娘家，我感情阁真深，一听到我来讲门口口，一声就撞出来啊。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嗯，啊，就讲过去，但是无计较，只要我互你来接受，但是慢慢就好了。确确实实，崔文宝你是有魅力的吼。多谢娱乐，多谢娱乐。总算是无好啊吼。是啊。好啦，今天来告诉你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杨主，明说讲。其实你的歌艺并无放弃，是我叫金花将伊牵走的。哦，你的歌艺是我去啊？迄无影。我讲，迄个对有人说的话，可怜呐！原来恁早都安排好啊，是讲客得好，客得妙。若不是讲头前我关伊，我面前公司之下，我变成终身的遗憾。不过什么重要的，九龙上杯到底是不是恁客？是帮小弟做的。我相信呐。我无那可能，头皮骨量上红杯，脚头上毛带，一定就是当小兵嘛。厉害啦！啊，嘴唇上点皮，下讲家己个。是啊，是真讲啦。因为经过我探讨了，我相信。崔文宝，这件事连讲，我一定原谅你，也唔过希望你会负责。我生活当初是确实先做成歹，也唔过人拢是有自尊心的，不要说对人安尼心啦。我知影，我已经彻底觉悟，也唔过，就用生活八十度转来帮小婷抓着，已经抓着了。你若抓着，我就搞，那搞干的啦，还真正吼，破毛都免昂出头啦。你若讲电视剧片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搞干搞干，安尼好，嗯，那是为了上条面官，官看吉路对色，金雕，有啥物？我好好保养我两个水母呀。今夜我有通吃无用？